姐妹们，带着你们喜欢的宅家，我又来啦！哈哈，大家周五快乐！看这一堆儿，我也快乐。这一堆儿快递可等了你们太久太久了。这，找个地方，先找个地方给他拆啊。换这屋怎么样？啊，让他陪着我们。躺个凳子。我跟大家说啊，今天我起的稍微有点早，然后因为下午有事儿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拍，然后所以今天特意早起。早到我刚才点外卖，因为上次咱们不是说嘛，给大家吃一下附近的外卖什么的。刚才点外卖，我想吃的那家炸鸡都还没有开门，9:30预售。小王依旧没起，在隔壁呼呼睡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正经是地方大了，人也有底气，天天换着屋给你们拍。等啊等啊，其他都行。这个是前段时间大家一直给我要的打底，就是因为我最近穿衣服穿的打底大家要的都比较多，但是就像我们家厨具一样，厨具你就去搜摩登主妇就好了，不用问。然后就像我们家衣服啊，打底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你就直接去搜制造后花园。他们家打底真的我肯定渐渐必入，就像这个白的，这个是刚入的，前段时间我还入了个黑的，搬家不知道搬哪儿去，怎么也找不着。这个白的就是你不要觉得它简单或者透啊什么的，穿上一点也不，而且真的很百搭，你可以给它穿成运动风的那种感觉，你也可以给它穿成就是普通打底，外面罩一个小毛衫啊什么的都很好看。看这边还有这个抽绳的设计，这个打底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袖扣，它有点散着的那种感觉，显得胳膊贼修长。这个颈肩比例，哇，真绝！这个是刚入的，然后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巨喜欢，这个是我刚入的一个套装。套装它下面呢，它不是什么那种什么裙子呀或者什么，它是一个这样的到膝盖的裤子，就是穿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裤子，看清了吧。然后它衣服是一个同样格子纹的，我推荐衣服怕大家看着乱，向来都只有一家啊。刚才打底是制造后花园开了头了，就不会在乎别的了啊。就我每次推荐东西大家可能都还会再问一次，就我但凡推荐一个，我为了怕大家混或者乱，我从来不会再推荐其他的啊。里面的衣服稍微有那么点影响了啊，但是大家忽略里面，直接看外头。南方的姐妹们可以直接穿出去，北方的姐妹们直接套个大外套。然后下面呢，建议大家直接穿个光腿神器，然后穿一个高点的那种灰色的袜子，哎，一双运动鞋，就跟你说贼配，就是里面稍微配一点点光腿神器，然后高腰的袜子一盖，其实只露那么一截，穿不太惯的姐妹们肯定都能穿得惯，稍微有一点点臃肿，哎，怎么样？好看吧？我喜欢舒服，主要是舒服，主打一个舒适啊。嗯，如果里面没那么臃肿，其实它会更好看。里面我那个衣服太厚了。我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主要是套装为主，只有一个小裙子，孤品的一个小裙子，可爱风，可爱到什么呢？可爱到胸前这三个扣子好像一个。修钩，等会儿啊，我要把这个给你们上身试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刚才应该直接先试这个，再给你们试这个。等我啊，姐妹们，我要出现了，你期待一下子吧，你整个端庄优雅，是不是啊？你整个端庄优雅，然后还有这个袖套，等会儿再给你们套一下吧，喜欢呀，喜欢。然后
个感觉，它是一个没有很短的一个这样的小短裙。看到这儿吧，到这儿，然后我再给你们套一下刚才那个衣服啊，现在不臃肿了，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子，这样好很多吧。其实它单独也可以当一个外套穿，也很好看。这个格子，这种格子其实它就显得很高级，嗯，有那么点点小香风的那种格子，下面是收腰的，你配它的裤子也好看，你直接这样单独配也好看啊。我喜欢这个袖钩，虽然只有简简单单三个扣子吧，但是就会给它联系到小狗上，好看呀，好看，可以，哎，稍微露一截好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整个高级。然后它这种毛毛的穿着又很暖和，这种毛茸茸的，然后这个肩膀这儿呢稍微有一点蓬蓬袖这个感觉，就有点小公主范儿，还有点知性。想了半天那个词想不出来是啥，但是肯定不是知性啊。下面是一个外套，但是这个外套呢它也是个套装，它是可以跟个裤子搭的。它这个是一个毛绒加皮的外套，就你看咱家扣子蝴蝶结，其实一家衣服它的风格啊就是大差不差，但是他们家的风格经常很百变。就夏天我那些扛打的裙子大家还记得吗？都是他们家。它这个皮子像是这种一体剪裁的，但是不掉毛，很扛风啊，感觉很暖和。哇哇，这个和我这个袖钩更搭了。它肩膀的地方也很挺，然后很暖和，哇，我穿上瞬间热的那一种。然后我给它搭了个裤子，我其实搭了两条裤子，我巨喜欢买这种裤子，就是又舒服又运动，就是这个跟我上次那个蓝色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又入了一条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灰色是一样的，其实还挺搭的，看穿上一整个舒适好看，而且这个衣服和这个裤子一个灰色，它搭起来又很高级。哎呦，我这个袜子漏了，没被你们给看见吧？这个裤子可以搭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样的，有点尼绒一点的这种裤子。这个裤子就是既舒服之外，它还有一点点设计感。就是你看，不要看它的腰很肥啊，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系蝴蝶结的。嗯，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抽绳，你是可以这样抽着系的，就是这边一掐腰，这边再一掐腰，两边分别一掐腰，哎，然后系个蝴蝶结在两边。其实你穿那种露腰的裤子它也可以露出来，然后你不穿露腰的裤子呢它其实也很垂，就是又垂又不会出褶，就这种很垂的裤子就显得身材很修长。这个外套扛大，裤子扛大，裙子扛大。哦，我一开始穿的这个粉色，粉色配银色蝴蝶结的也是他们家，但是这个我这个手里又是最后一件，这个大家如果去找估计没有，但是他们家还有一个针织是黑色的，这有一片盘扣，然后这还有一只小兔，那个很好看，那个我还没买着，那个还在预售。怎么样，这小黑裙？这过年我跟你说，黑色和红色是最搭的，就是过年你穿上个黑色，哎，你配一个红发卡呀、红帽子呀，然后哎，我看看有没有小红帽，没有。没有小红帽，但是我有红发箍，这过年的时候这么一搭，你们露个脑门啊，好久没有露脑门了。过年肯定不能这么搭啊，但是我只是心想给你们露个脑门。好，最近这个，看我最近这个头发长势，就得给你们显摆一下，过年肯定不能这么搭，整个小披肩发，然后在这儿一卡，往下一放，哎，大波浪一烫，或者不大波浪，我觉得这个更适合把头发梳起来，好看，还能显腿长，蹬个靴子绝了。来，还记着小花花吗？我推荐的反正就那几家啊，制造后花园这儿呢，他们家从来不知道把自己的 logo 印在个袋子上，
来，姐妹们，今天所有衣服都是这儿啊。我从不误导你们，也怕给你们整乱，所以咱们一起就一家。知道后花园绝对是我买小裙子的第一首选，也绝对是每一件我都喜欢的那种。哎，还有个外套，你就说吧，出那种小裙子，它都能又高级又好看，料子也好，也很舒服。再出那些卫衣，它会差吗？这个是就着上次那个裤子一起买了个外套啊。一个外套，买个外套。外套摸在手里你就能试到重量。其实这种外套不烂大街，你看黑白灰或者换各种颜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换了，其实它版型差不多就那样。但是你说这种牛仔的料子呢，其实它很少。双排扣啊，就是你可以里面系一层，外面系一层。它好像不是这么系的，好像是这么系的，然后，哎，怎么穿都行，怎么搭都行，怎么系都行，大概这个样子。然后它还有个毛领，哎，毛领它也不简单，它是带着点蓝色风毛的，然后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毛领其实可以，哎，一股，来看吧，来看吧。然后那个，我们最喜欢的那个。这件看都是他们家的，我就说嘛，单单做那种小裙子都能又好看又舒适，料子也好，这做其他的肯定都不会差了。小裙子已经到底了，这就属于降维打击了，你知道吗？看里面大小裙子大裤子都可以，春秋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穿，然后稍微冷一点了你就可以戴个毛领，一点都不冷。咱们就穿这个吧，不换了，怎么样？我刚才听着敲门了，估计我的外卖都到了。来，最后再来一次啊！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终于找着个他们家的标了。知道后花园，记着这个小兰花。其实衣服应该洗一洗再穿啊，但是这刚好我一会儿要出门，晚上回来肯定得洗澡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哦，我穿反了，这个地方是大拇指。我说呢，它没有动啊，得这样。啊，这就对了嘛，那个眼儿呢？咦，哈哈，好看啊，这儿呢，这个我刚入的一个手机壳，还有个链儿，我喜欢这个，主要喜欢这个绳来着。我今天可能有点肿，你看吧，你看吧。还可以啊，走吧，咱们看外卖，你们搁这儿吧，取外卖去了啊！我真的谢谢他，咔一下不给我就给我翻车，他不仅翻车，他是整个啊，给我整碎了，我真的服。咱们先不管他啊，盒子都碎了，先来这些吧。这个我其实本来没想点，但是我前段时间点这个外卖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哇，慧慧吃了我最爱的塔斯丁。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中国汉堡，那天就是我们半夜跟香香一起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大家哇反响好高，然后行，那就点一个吧今天。然后来了一个这个，来了一个鸡块，两个汉堡，然后我要给你们看这个。这个真的是我来了这边之后点单率最高的一家炸鸡。哇，这个炸鸡，当当，它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粉儿。我今天点了一个它的套餐的鸡腿组合，当当，它是这种金色的芝士粉，芝士加海苔，真的很好吃，它鸡腿子都能爆汁儿的那种。好，这个是前段时间给大家晒过单的那个肉夹馍，就是这个肉夹馍吧，它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个儿大。然后肉也多，真的好大个，你们不知道它多厚。两个肉夹馍，本来还点了个麻辣烫，它给我摔稀碎，真的稀碎，看盒子都裂了。我去处理一下啊，大家稍等我。我回来了，
我跟你说我好气，我这个小秀我也不管了，就是我本来就着急，我要时间充裕我再点一份我也不会生气。然后但是呢你说过来之后，刚才大家也看到了，不里面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看了真的火大，里面盒子直接两半，东西洒摔了一大半。然后刚才不是提起来还给你们看吗，滴啦滴汤，就是我要时间够我再点一份我再给大家拍都行，我这不耽误我和我姐妹们吃饭的时间吗？然后我刚才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，然后盒子里不还剩一些吗，它是那个大盒子，然后噔噔我给他加工了一下，然后还快了两勺肉汤给他加工成了一份麻辣拌。所以咱们遇到事情都不用生气，都会有解决办法的。上次答应大家在这儿吃，要不咱们今天就在这儿试试。我其实平常也很少在这儿吃饭，你们看到那个羊驼底下有个车了吗？那个是我们家的小餐车。我跟你说那个小餐车有两层，就是有时候我和王子宇想坐在这儿看电视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俩就会把那个小餐车拖来然后坐在这里，然后那个小餐车我们两个上面摆一层下面摆一层，慢慢悠悠吃慢慢悠悠看电视，但是只用过两次。咱们今天也不放那个桌子，就在这儿先给你们造两口。我跟你说闻着这个炸鸡味儿，我真的忍不住。这是每次点单加赠的锅巴土豆啊，还脆呢，必须得离近了给你们看个大鸡腿子。我经常点外卖，到了之后我像恶狗扑食似的，就是拆了康康康康康就吃，拆了康康康就吃，是不是是不是我推荐的鸡腿子好吃啊，这个鸡腿真的好好吃，而且他们家叫中式炸鸡，就没有说裹粉很厚一层的那种，粉儿也好吃。我估摸我这份炸鸡早上自己裹，我想在这儿吃一下吧，其实也是为了显摆。看我这身后这只小可爱。我跟大家说，这种生活中的仪式感你是得有的，就是它真的会让你平淡的生活，哎，看到他们就心情大好的那种样子。你说白了几十块钱一个小娃娃是不是，那奥特曼买蛋糕送的，但是你说咱就喜欢。然后你们看这肉夹馍，点了一个蒜香的一个孜然，它是那种潼关肉夹馍的那种样，就是它是这种丝丝的，就是一咬一个酥脆，就是它不仅这样看着个大，就是这样，我给你们咬一口你们就知道了。嗯，这个一咬一冒油，看香不香，巨香，而且蒜香的。然后这样你们看，看着这上面全是蒜，咱就说这种肉配这种大蒜它能不好吃吗？我称它为我们家附近的巨型肉夹馍。今天推荐的东西没什么当地特色，就是我吃附近的孤品，肉夹馍里的孤品，鸡腿里的孤品好吃吗？
其实有时候真的越简单的菜菜越好吃，就像我前两天吃了豆浆里面炸了一根油条，哇，得到大家好多共鸣，看都咬多少口了，肉还往外爆。这种肉夹馍，你知道爽的地方在哪里吗？爽的地方在不要管脸，不要管蹭没蹭到脸上，或者沾没沾到嘴上，蹭哪都是，不要管，不管就是爽。滋滋声真的是老吵我，一会儿给我炒露馅儿。给你们吃一个，它这个汉堡啊，我要给大家看它的饼儿，它的外表的皮儿贼薄，巨薄无比。它是个饼儿，直接夹的这些东西，但是它的饼儿呢，又有点面包的那种口感。我今天点的是炸鸡的，酱料，酱料也贼足啊。这边的肉爆汁儿呢。就这样大口造，其实真的贼爽，是不是？你不说摆到多久没事儿啥？今天节气就是，这才是不拿你们当外人了，哈哈哈！当然是吃的。好脆呀，我试试。为这个炸鸡，我最近在深扒这个芝士海苔粉。你跟我买好几个了，回来试味都不太一样。你跟我扒到了一模一样味道的时候，我就分享给你们。你们该不会以为我今天就这点炸鸡汉堡就糊弄你们了吧？嗯，太小看我了吧？我跟你们说，这道菜我从昨天下午5点炖到了今天早上，
昨天半夜2点我还在这摁他这个店呢，还过来查看一下我的肉怎么样。上次什么东西吃的狼撕狗咬来着，什么东西没有炖好来着，什么东西被王子鱼嘲笑来着。我们家没有高压锅，所以我从昨天炖到了今天，一直小火慢慢喂着。3、2，叨叨叨叨，我的一锅牛窝锅啊，快欢呼快欢呼，吃牛窝骨喽姐妹们。刚才那些刚才那些都是开胃前菜，你看他，你像不像个鬼啊？你吓死我了，人家开开心心在这分享，你一下子把我那个劲头给我打没了。来，正好他醒了，我要给你们看上次没有给大家看我们的卧室。你真的好像个鬼呀、啊！你过来让我打一下，不然我受不了啊。他现在是个演戏啊，我都没有碰着他。哎，姐妹们，第一视角啊，太不拿你们当外人了。当当当当，我的卧室啊，这边是我的洗手间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其实给你们看啊，其实我的护肤品真的没有啥，一个卸妆呢，水乳就没啥了，洗面奶非常简单。你看这边，就身体乳啥的没了。就在你们天天问我要护肤攻略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为难。小航这边，我们两个的结婚照，可花花，当当当当，我非常喜欢的大床，我的大床好软好软，我的大床阳光一洒进来的时候真的绝了。我的大水壶，这个窗帘是我后换的，一个大暖气片。我的小羊驼和小团子在我的窗台上。行了，这个家被你们看得底儿净了。你看你，我估计这个王子，我跟现在还惊魂未定。我自己配音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我觉得它不仅软烂，它有点夹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炖了十几个小时了，差不多，一直小火慢炖。这个汤煮面条的真是绝了。哎，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说，我说我加工这个麻辣拌的时候，给它加工成了个麻辣拌，然后我往里面放了点肉汤。肉汤哪来的？你们不知道想想吗？真是。我要先把它给搞出来。你拿个盘去。这不是盘吗？哦，好好好。这你在干什么？没事，姐，但你是不是吃不了这种肉啊？吃点清淡一点。我给你白水焯个生菜，在肉汤里刷刷。哇，今天这个炖到时候了、啊、来，姐妹们，看我们的牛骨。哎，我这就要离近了，凑近了你们了。再来一块啊！我们家还没有老抽了，这是我纯靠炒糖筛炒出来的。两块满了，应该有牛窝骨吧？其实它还有很瘦的地方，我给你们看，看，其实它还有很瘦的地方，肉块。哎呀呀呀呀！看它流油呢。不光它满，它老跟我抢救。然后这是昨天单独揪出来的一个小肉揪，要不你就吃这块吧。我觉得行。
行什么行？这才是牛肉骨，一共四块，我先拿出仨吧，放不下了。那一块给你啃，你啃的肥的，然后你就给我。刚好了，放心了，放定吧，吃吧，不管了。你看，看吃什么吃的？我吃老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等一下，看不见。跟那个小松鼠偷什么东西，吃的满脸渣了。哎，我把这个录下去不得了，中午怪热。我们开饭，开饭！我给你那里放点这个呗，放点，放点蒜，蒜泥。一点点，还多了，多了，多了，多了一点，你还吃？好了。这是蒜泥啊，忘了，我以为是个什么，习惯性缩了。戴手套吧。好。我给你捞进去一个吧。捞哪儿啊？捞你那里啊。捞碗里啊。啊。或者捞这里吧，行，捞到这上。过去，过去。刚才，我得把人抓过来。我把这个放进那儿，这个空。你瞅瞅，今天吃这个。这个是牛蛙骨喽。哎呀，给我姐妹们看。哎呀，吃吧，你就啃着你爱吃瘦的啊。超级软烂了，已经。牛蛙骨就是。肥瘦相间，带着筋，还有大筋皮子的全都有。哎呀，跟我上次的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哇，这调味儿也好是吧？嗯，就是啥也不用蘸都好吃。但是蘸蒜它只会加倍好吃。哇，哎呀，小米粉，现在哎呦，我一睁眼看我自己，现在已经不是早上了啊！我是起得挺早，但是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折腾折腾，分享分享衣服，收拾收拾，已经11点多了，所以不会吃不下，不会油腻。午饭正是吃大肉的时候啊，姐妹们。完整牛蛙骨的骨头，里面还有一块，其实掉了块大筋皮子。吸进去了，但是我不敢。蒜有点辣。
辣辣，巨辣。你咋直还了？你看这么给我吓坏了，我满脑子只有一个事儿，就是牛卧骨，就是开心。一回头发现一个头在那飘着，他的身子没有露出来，他只露出来个头。突然只有一个头，把我吓死。那好，总是正是时候。这种可以叫有福之人。有福。我给这一盘也搞上来了。我怕大家觉得腻。这个就当小蔬菜给你们吃。好了，嗯，这种，对吧？还好，嗯，好。还有肉夹馍啊，你要吃那个腻，你可以吃一下啊。吃点这解腻的东西，吃别的肉腻了，吃点汉堡，吃点肉夹馍解解腻。人家主打个荤素搭配，老公，嗯，我今天这个，这个，嗯，这是份麻辣烫，嗯，到了时候，盒子两半了，拿了一门口的，整咱家地上都是，嗯，然后盒子外面的我也没要，我就把盒子里面的留起来了，别浪费，习惯了吧？然后。啊，主要是你说我也没有再点一份时间，来再点一份，到时间充足再点一份也行，但也不能再点一份了呀，就耽误拍东西呀，就这个生气，平常我倒不会因此生气。然后我想那怎么办呢？然后我就把盒子里面的那些，我给加工成了一份麻辣拌。吃个炸鸡，好，吃个炸鸡解解腻啊！哎，给我拿可乐来。没有了媳妇儿，啊？上午有雪碧行吗？那雪碧吧，那雪碧吧。这时候得喝带气儿的。方便是我自己后加的，辣椒是我自己后加的，打上这个小米辣。热火朝天，来。盖儿拧上，就是不小心踢到了，然后都给喝虚了，虚，他虚了，小虚，睡觉对对，对一瓶二。你那上面是不是没有瘦的啦？来，跟我换换来。我吃了，我行啊。不吃了。这儿别的解解腻。来两块。好了，吃别的解腻。真的假的？我上手套了。
你还有辣白菜没？有。给我搞一个。搞。胀包的吧。嗯。我不爱吃胀包的。会酸一点。不爱吃酸，还吃甜的。家里就这一包了，办公室里还有。行了，整辣白菜我可以摘俩手套了。这块胀得跟小气球一样。快吃了吧，别那天爆炸了。这牛窝骨有点太软烂了，软烂有点拿不起来了。妹妹，简单的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不是我不嚼，是吧，老公？一缩了就没了。它已经要化了，它的筋儿。哎呀！这个辣白菜确实有时间了，它竟然是整颗的啊！咱都一个多月没做过整颗的辣白菜了，赶紧吃，不吃过期了。得一个月了吧？你说辣白菜配肉有多好吃？如果有辣白菜，是不是还能再吃两口？啊，吃两口吧，也就两口了。咱们今天不注意任何形象了啊！你们知道我吃都很干净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两次不干净，那是真没招了。哟，小王没少啃呢，看他这块儿就剩这么点儿了。没关严门，老公是不是没关严门？关严了是吧？是不是今天味儿风太大了？哎，人想美了。你整啥去了？饭后才分泌。我给你看那个啊。哎呀，去！我刚才都跟大家说了，我说这小番茄放好几天了。太带劲了！
这期一整个吃一个纯香，辣辣啊！算辣，爽啊！不行了，哎，你吃这块，你吃一块瘦的。你不吃，瘦子都不吃，瘦子超标了。那我不客气啦，哈哈哈哈。我也分不清，就算吃和真辣白菜吃那个好吃，分不清哈，不好吃。我家白菜你也不吃啊，你是饱了是顶吧，又饱又顶。不是，我刚才一看你那块快啃没了，你挺牛啊。我把里面的瘦肉还有筋儿筋儿都吃没了，上面大肥肉确实吃不了。嗯，吃面条的。嗯，上次把我牙快崩掉的那个筋已经一缩了都没了，不能这么说，它都没意思了。上次我跟你说真是自己炖的肉说啥也要吃完，真的咬不动，我拿小刀嘎都嘎不动，巨咬不动。嗯，就得吃这种嚼劲儿。就普通火炖了半个小时二十分钟。哦，第一次是我炖的，40分钟。你提前给开锅了啊？还是高压锅这是？要不就焖一宿。嗯，哎，昨天电饭煲焖一宿刚好。是。咱们家没有高压锅，昨天就电饭煲焖了一宿。嗯，你坐这边来。嗯，你把屏幕掀过去，帮我对焦吧。行。他动不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玻璃上能瞅见你，好像是哈。哎，瘦肉枣吃吧。哦，给你们吃。都不吃啊？那我吃啊。都不吃。一听知道没你说不吃的。都不吃。
办呀？感情里面需要事实有回应，没有事回应我。这个弹幕里肯定都是不要吃，不要吃，谁说我不吃？辣白菜这个东西吧，还臭冷子。为什么？你臭风。臭啥呢？这是它白菜的原因啊。磨一回，它白菜里面汤汁多，可能就是它白菜水分多，它可能杀出的水多。就我们不会往里面另外添加水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好像白菜自己在里面腌，像我们今天时间久了，它的水就会稍微有点多啊。白菜前两天干巴的没有汁儿，我想拿那个汤汁炒饭，挤不出个汁儿。这两天你看，这个都一个多月了，太想吃没吃够，你帮我对着浇啊。对着，今天是挺好浇的，你一动它就对起来了。啊？为啥呢？因为我今天肿，识别不出人脸。它有可能放太往前，你刚才都是怼到屏幕前，半天对不上焦，但是对焦有问题，对得很慢。不中，是不认人了。现在是对在脑瓜顶上两根呆毛儿。哎呀，太爽了！哎呀，太爽了，意犹未尽，不得劲儿，吃不开心。你再给我五。四个就不行，不行，他四个是因为大，所以他四个。汉堡就这个不合适啊！啊，那个什么？把我那个刚才那个麻辣烫给了份饭拿去。嗯。我要给大家看那个。哦，带团子是吧？让我给打开啊。对焦啊，对着呢，我在那滋嘎的笑。我那不还有麻辣烫吗？不是还有麻辣拌的吗？我不行，这算吃我把它吃了。我前两天刚刚学的吃法，爽啊，这样真是爽啊。有菜汤啊，最好是那种浓一点的红烧肉汤汁的那种，搁里头稍微蘸一蘸，吸一汤。哎呀，哎呀。这也太抠抠搜搜了，他这个米不好，他这米太次了，团不成团。前两天咱那个米，大家非说我在那啃梨，这不啃桃的。待会晚上回来，买个娃娃菜啊，搁这汤里煮。哎，可以。下面条。可以。然后那酱牛肉给你切了。晚上回来从办公室再拿两包辣白菜回来。这可怜的在这里，吃这点汤了。我当初说这个辣白菜的时候，我跟王祖玉唯一的分歧就是，我说。太少了，都不够跟人塞牙缝的。我说这开了之后这么一点儿，谁能吃够啊？结果王子说：“媳妇儿，你不能用自己来想，你得用正常人来想。你问问咱爸咱妈，这一包快一斤了，够不够？”然后我想，那行吧，反正现在我还是觉得不够，包太少了，得加量。啊，可不可以再开一包？没有，没有吗？你家里有吗？不够湿的。哎呀，那我只能，我有办法。啥呀？这是？
一口吃得下吗？吃不下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懒，就舍不得再洗个碗。我就能想到现在弹幕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好怕会不会直接把勺子直接塞嘴里？哎呀，巨型肉夹馍，这个造了！我俩就要出门啦。哦哦，哎，刚才说汉堡和这些东西不搭，现在我觉得。这俩更不怎么打。饭吃没了，今天老爸好像疯了，放了平常好几倍的蒜。那天吃了一个这肉夹馍，给我撑够呛。今天所有东西主打一个纯享大口，我还突然换了个角度，我想吃的舒服，不然我这样得悬空。哎，你弄我是嘴人，下期就给大家拍那个吧，那个东北菜。大家一直让我开发合肥美食，我刚刚忙着找特牛的地方。开发合肥美食，开发出个东北菜来。开发合肥东北菜，太牛了！我跟你说，是别管哪儿，好吃的香味，哇！我先想问问大家，你说我延吉人，东北人，可是还有人说我是青岛人，因为我是当初是青岛出生的，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，他们说那就是青岛的，在哪出生就是哪里的，但是你说我身份证上又是东北的又是延吉的。在延吉长了多少岁？长到上高中？没有啊，我在延吉没待过很久，十来年有。
初中小学初中就啊、哦，十来年有。嗯，有了。哎呀，这是草，你这是。哎，姐妹们，今天最后一口。高压锅再给你整一个，高压锅不坏。哇，这个嗝爽，从头透到尾。好了，姐妹们，回去一分钟，拜。